Hello，Alpha。你好啊，第一次见。送朵花俾你。呢个好笑，呢个系咪嗰啲传说中嗰啲网友见面？系啊，啲见面啊，我拎住玫瑰花嗰阵我。哦，就系你。系冇错，不过你去行啦，我请你去食嘢啦。好啊。佢打电话俾我嗰阵时，我系心谂吓。边个嚟噶？跟住之后仲特登走去啲社交平台度search下佢啦，跟住见到咦，有啲几Q咗。坐呢度你请。Thank you。有咩食啊？有日全食日式嘢，跟住就有深深深印度菜，同埋爱你爱到发晒狂，发过嘢。爱我爱到发晒狂啊！咁不如就爱你爱到发晒狂好唔好？好啦。你哋谂好要食啲咩味？系谂好食。 爱你爱到发晒火，法式啊，系啊，法兰西系啊，法兰西啊，第一时间要揾到牛油先，牛油点解咧？千方百计都要揾到牛油翻嚟，好，如果唔系就转唔到啦。咁啊，睇下有冇啲海鲜啦，海鲜即求其执几样俾你，都唔系求其，认真少少就，认真执几样俾你好啊。你买咩？我煮咩噶啦？好嗱，你话噶，系大镬啦，今次得翻我自己一个。 点搞咧？我已经唔系好记得保安先讲过啲乜喎。咁你择偶嘅条件系点样？冇讲大话咯。我唔讲大话。最好你诚实。我都好憎人讲大话，最憎啲人讲大话。咪系咯。巴冚落去啲讲大话。系啊，真系想一巴冚。系咯。睇下有乜就攞乜啦，不如睇下冻季有啲咩先。大子我好似系。外形上嘅话，我自己会想一啲高过我。性格上。性格开朗咯，一齐倾得埋。 跟住又好，我中意笑嘅男仔，或者好阳光嘅男仔，有肌肉嘅男仔。唔该晒。头盘可以整啲咩嘢食先咧？头盘啊，整个法式烤鱼肉多士咯。 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. May I present you 呢一个法式鱼肉烤多士啊？请慢用。头个味道有啲好熟悉，系好熟悉嘅感觉。你觉得佢似咩？有啲鱼肉嘅味道咯。我帮佢改咗个名，叫肝肠寸断烤多士。未听过咁中式嘅个名。你系咪第一次同女仔食嗰啲法国大餐啊？我第一次同女仔食就系同你食啦。 你嘅出现令我个心好乱，你好多事。咩料啊？你呢啲好难嘅。仲有冇？接受到嘅，仲有冇噶啦，冇噶啦，即系对你系咁。我仲有冇嘢食啦？嚟啦，呢个法式带子白汁意粉。哇，好靓喎呢个带子，我好中意食带子。 好香喎！你平时中唔中意食pasta噶？我睇同边个食嘅就都系。你中意食咩，我就中意食咩。即系你平时都系咁样食女仔啊？对住你先系咁。即系你对住姐姐就会大胆啲。系啊，冇错冇错。你觉得我大你几多岁？我觉得啊，我20，咁你就应该细我2年咯，应该。你咪去咗日本好耐嘅，咁你觉得日本啲男仔同香港男仔有咩分别？本啲男仔好似好多时咧系。 女仔要主动帮一个男仔夹菜多啲咯，你会夹菜俾我咯？反而女仔要主动帮男仔夹菜，系比较彰显自己嘅女友力啊，有几劲啊。但系香港系要表现到自己男友力有几劲噶嘛？哦，女友力哦，系食多嚿啊，我不俾你啊。Hello， 跟住落嚟有我哋嘅甜品，呢个就系法式千层酥啦。Thank you。 Enjoy， 伦 ，有咩 cream 咧？好似你咁甜啊！有啲对白，有冇啲 cream 咧好有爱意啊？好似我对你咁好有爱意，跟住好千层，爱意千层。啊系，你话你识日文嘅？嗯。啲日文咧，佢好好食系点讲？美味しい。讲一讲好靓仔，嗯点啊？格好。要表白咁要点样讲？ 我都，咁你今餐食完啦，咁如果要你俾个分啲嘢食，你会俾几多分？7分啦。咁如果我几多分？我得5分先啦。5分先，唔好多1分啦。见你今日带我食法国大餐，6分。我觉得嗰4分其实争喺
始終我真的跟他不太熟啦，有少少改觀了嘅，比我想象中的開朗，佢好多啲土味情話想打死他。如果 Alpha 約我吃飯啊，嗯，係等他約咗我先啦。